三更有梦书当枕，千里怀人月在风。大家好，这里是深夜读书，每晚陪伴你。杨绛曾经说过，我们曾如此渴望命运的波澜，到最后才发现，人生最曼妙的风景，竟是内心的淡定和从容。这或许也是，我们曾如此期盼外界的认可，到最后才得知，世界是自己的，与他人毫无关系。或许越简单的，也就越迷人。今天易安将和大家分享的题目是，空白效应让你变成有趣的人。在开始今天的节目之前，希望大家能点击订阅和小铃铛，你的点赞和评论是易安最大的动力，感谢大家的喜欢。深夜读书因你们而精彩。中国画的高超胜在留白，苏轼这样评价，消散简远，妙在笔墨之外，寥寥数笔，于方寸之间勾勒天地，于无画之处生妙境。留白是画作的艺术手法，更是人生的圆满之道。心理学有个理论叫空白效应，大意是说，一幅作品要留给观众想象的空间，才能达到恰到好处的效果。在中国美学艺术中又称之为留白，用空白渲染出别样的意境，于无画处观景，于无声处听音。赏徐悲鸿的马，可闻及呼啸而过的风声，观齐白石的虾，可感受水中的清澈见底。留白让生命做减法。庄子说，虚室生白，吉祥直指，意思是只有空的房间才会显得敞亮，如果房间里堆满了东西，光线就透不进去。人的心好比是房子，把心里的杂物和垃圾清走，把蒙蔽心灵的尘埃扫空，心境便会变得清澈明朗，吉祥福祉很快就会降临。菜根谭有言，花看半开，酒饮微醺，此中大有佳趣。其实仔细想来，万物皆是如此，花唯有含苞待放时最美，喝酒微醺时感觉最好。说到底，不过讲究的是一个度字。东晋时期，名将陶侃和太尉庾亮互相赏识，结为好友。一次庾亮因叛乱出逃，事后准备联合陶侃征讨叛军。二人见面后，庾亮先是咎由自责，陶侃见其颇有风度，便邀请他一同吃饭。宴饮闲谈中，两人聊得越发投机。此时忽然端上了一盘蟹头，庾亮吃的时候顺手留下蟹头根部的蟹白。陶侃问他为何留下蟹白，庾亮回答道，留下来还可以再种。从此之后，陶侃对庾亮的赏识又多了几分。人生正如这蟹头一般，唯有懂得留白，给自己和生活都留有余地，才算得上有始有终。俗话说，做人有尺，行事有度，若是失去了尺度，用力过猛，则会物极必反。寂寞生智慧，空旷生明朗。留白并不是空白，而是在空白的房间里韵味无限。留白是一种心境，更是一种生活态度。在台湾有个春鱼园子，主人叫康白鱼，80岁。早前康白鱼在台北开了家餐馆，日日爆满，别人都羡慕他生意好。后来他却跑到山郊里建了座园子，园子很是清静，草丛里引着小路，房间多是宽敞的，摆设也不多，但是窗开得很大，一抬头就是远处的青山白云。闲时他就坐在巨石上，捧着一本书，看着蓝天远山。那些曾经忙碌喧嚣的日子恍如隔世，唯有当下这份闲适的生活才是真真切切的。康白鱼说，活了大半辈子，会发现有些东西是可以舍弃的，留下的就是最重要的那个。留白是一种减法的美，随着年龄的增长，经历过的事多了，要懂得过一种简单朴素的生活。留白在取舍之道，当生命学会了做减法，化繁为简，便会发现那些曾经觉得非追不可的事物都是浮云，最后留下来的就是最重要最珍贵的。留白，生活的美学。
林语堂曾说，看到天上的云彩，原来生命别太拥挤，得空点儿。生活中不少人把行程塞得满满的，每天疲于奔波，为名忙，为利忙，却忘了家人、健康和生命的美好。陈道明在演艺圈中的实力有目共睹，邀请他的片约也从不间断。他本人很喜爱演戏，也大可以把工作都安排得满满的，但他没有这么做，他总会留出陪伴家人的时间。陈道明描述过一个很美的画面，有时我们夫妻俩就同坐窗下，他绣他的花草，我裁我的皮包，窗外落叶无声，屋内时光静好，很有一种让人心动的美感。水满则溢，生命也需要留白，学会不让自己的时间变得拥挤不堪，留一些来陪陪家人，也放空自己。给生命留白，就是给生活的美好腾出空间。小窗幽记里说，凡事留不尽之意则机缘，凡物留不尽之意则用欲，凡情留不尽之意则未深，凡言留不尽之意则致远。为人处事不求穷尽是大智慧。下围棋的时候与敌人周旋，团团围困对方而不留余地，可能反而堵住了自己的路，作茧自缚。给别人留点后路，在全身而退之余也更有取胜的机会。与人交往要懂得留白，保持合理的距离。父母与子女之间互相尊重对方的生活，给朋友的建议点到为止。夫妻之间要讲一个敬字，距离产生美，看似有点疏远，实则是给彼此一个恰到好处的空间，相互欣赏，相互体谅，感情得以持久生香。经营生活的美学在于留白，做事留有三分余地，才会有无限生机，在留白中感悟圆满。古人讲，月满则亏，物极必反。生活中人们常常追求一种完美的状态，不想留有遗憾，凡事都想尽善尽美，但结果总不尽人意。苏轼在词里写过，人有悲欢离合，月有阴晴圆缺，此事古难全。生活的真相就是如此，并没有完美可言。人到中年，看多了世间事，便明白了所谓尽头意味着什么。当一切到了尽头，往往也就是走下坡路的时候。进退得当，学会给生活留白，才能在方寸之间品味到回甘的滋味。人生最好的状态，或许正如黄渤所说，在半山腰的时候是最开心的。在半山腰的时候有往下俯视的快感，而往山顶看还有一定距离，依然充满希望。懂得留白，就像是站在半山腰看山中的风景，有向上攀爬的力量，也依旧能感受风光无限。花半开最美，情留白最浓，只有懂得欣赏那半开的花，才是人生最美的体验。著名的雕塑作品《断臂的维纳斯》，手臂的残缺却能让人联想到无数种手臂的美，看似是缺憾，却是一种别样的留白，成就了另一种意义上的完美。在深夜绽放的昙花，它的美只能持续一瞬间，看似是遗憾，却是一种时光的留白。正因为只有一瞬，才让那种惊艳化作了永恒的绝美。生命也是如此，正是人生中有过那些遗憾，才会让这趟旅程变得圆满。那些至纯至真的情感，才是生命旅途上的留白，惊艳了时光。花开一季，人活一世，你若留白，圆满自来。与朋友们共勉。今天分享到这里，如果你也喜欢这篇文章，并且让你深有感触，希望你能分享给身边的人，让我们一起在阅读中成为更好的自己。最后，在 YouTube 和 Facebook 上都能找到深夜读书哦，也期待与你的互动。感谢你的收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